帅哥，来，恭喜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哎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跟大家 say 个 hi 一下。景龙老师好，周鹏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又高又帅。帅哥，帅哥，怎么维持身材啊？哇。对，我在健身，我在健身。哇，你真的有在健身啊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有胸肌的吗？啊，有一点，但是没有跟龙哥那么厉害。还有，是在海口拍戏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正在海口拍戏，今天那个刚收工，直接赶。哇，他也是非常支持你。就其实呢，对，就刚收工就冲就来了，就说跟剧组拜托一下，就要来现场看你演唱会。而你今天是海口的，可以说是最后这一个巡回的最后一场，真的是、对对对，最后一场。你有没有想要演什么歌呢？或有什么想跟杰伦说的话，可以趁现在能够说一下，好不好？哇塞，我有点激动，那个非常开心。然后本来这次我早就知道杰伦哥要来海口开演唱会，然后。之前因为剧组安排的原因呢，然后一直没时间，今天正好我没有夜戏，然后就赶过来。然后我也喜欢杰伦哥很多年了，从初中开始。然后呢，然后我非常喜欢一首歌，然后它是十月的肖邦里面的，今天也没有唱。我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叫做《发如雪》。哎呦，那你要跟我一起合唱吗？合唱一下，好吧？好啊，哇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太棒了，来回忆一下吧，同学。